佩奇，那个是消防电话，只能在有火情的时候才能用。哦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你好，消防站，哪里着火了？哪里着火了？我能和猪妈妈说话吗？谢谢。哦，是猪爸爸。啊，猪爸爸，你不应该打这个电话的，这是紧急情况时才使用的。 可我就是有紧急情况啊！我到处都找不到番茄酱，怎么办呢？猪爸爸，我现在要把烧烤炉点着吗？好的，麻烦你了，兔先生。烧烤的时候你们要小心点儿。相信我们猪妈妈，我们这些爸爸都知道怎么烧烤的。再见。我觉得可能需要再加点碳，需要再来一点风。我觉得还应该再加点引火物。 好了，我们只能等等看有没有火情。那么我们要等多长时间呢？我们可能要等很久哦。我就已经等了很久了。那你一共灭了多少次火呢，兔小姐？没有，从来没有着过火。但我们要随时准备着。消防电话又响了。哦，你可以来接，佩奇，说不定又是你爸爸。好的。你好。 这里是消防站。你好，佩奇。啊，爸爸，真的是你呀！你实在是太淘气了。这可是消防专用电话，你知道吗？你能让兔小姐接电话吗？你是个好孩子。爸爸说让你来接电话。你好啊，猪爸爸。这个电话是消防专用的，只能是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哦，糟糕！猪爸爸的烧烤炉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 妈妈们要出动灭火了！哇哦！抓紧了！大家好啊，这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，你们好哦，他是我们的特别客人，你们都应该给他让个位。哎，哦。 这位是恐龙先生，不过他不太善于交谈。我们来拍几张照片，放到他的相册里。说茄子，茄子。爸爸，明天小熊泰迪想要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，可以吗？所以我们可以去北极吗？去趟超市怎么样啊？可以呀，我觉得小熊泰迪他。 以前肯定没有去过超市。现在是早上，佩奇带着小熊泰迪来到了超市。这个商店什么都有的，有橙子，有苹果，还有香蕉。这里真的很有趣哦。这里是收银台，你买的所有东西要在这里付钱。乔治想拍一张照片。好的，乔治。 茄子，茄子，呵呵，照片拍的差不多了，乔治。啊，小熊泰迪去哪里了？幼儿园的小熊泰迪不见了。爸爸，你把小熊泰迪给弄丢了。别担心，佩奇，我们肯定能够找到他的。回来啦。 今天怎么样？爸爸把小熊泰迪弄丢了。哦，天哪！但我已经想到怎么找他了。我们要怎样才能找到小熊泰迪呢，爸爸？第一步，把拍的所有照片打印出来。猪妈妈把东西拿了出来。 想玩我的海盗游戏的孩子们，请说啊！哎，这会是个危险的游戏吗？不会的，佩德罗，狗爷爷已经向我保证过了，这会是个非常安全的游戏。哦，肯定会很激动人心哦！有谁想来玩？啊！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。 很久之前，我有一桶金子，那是我的正当所得，但是我的金子被霍格船长无耻地偷走了。 什么？海盗说的话让人有点难以理解。霍格船长抢走了我的宝藏哦，而且霍格船长他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。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认识他了，他就是我们的猪爷爷。哦，是猪爷爷。我们首先要找到霍格船长的藏身之处，把我的宝藏抢回来，但是不能被他发现。太棒了！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想要玩这个海盗游戏。你好，猪爷爷，我们要出发了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猪爷爷和鹦鹉波利守护着海盗宝藏。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跑到船上去吧！站好了，把你们的救生衣穿上。在狗爷爷的船上，所有的孩子都得穿上救生衣。那个狡猾的大胡子狗应该快到了吧？你可以先喝杯热茶，猪爷爷。哦。 谢谢你，猪奶奶。终于要出发了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大胡子狗先生，我想去一下厕所，可以吗？我也要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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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要去。怎么这么久还没到？故事结束了。然后他们又醒过来了，一个巫师过来了。一个巫师。 是的，一个巫师，他会表演很多神奇的魔术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又过来了一条可怕的龙。猪奶奶、猪爸爸和猪妈妈仍然在等着吃晚餐。猪爷爷的睡前故事好像也不太管用。我可是很擅长讲睡前故事的，我可以马上就让他们睡着。 一条可怕的龙！佩奇、乔治，回去睡觉。可是现在爷爷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，爸爸。我来把故事讲完，我马上就会下去的。好吧，故事里有男孩、一颗豆荠、一座城堡、一位美丽的公主、一位勇敢的骑士，还有厨师、巫师和可怕的龙。还有一个非常恶的国王。 所以他们饱餐了一顿，然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故事结束了。然后他们开了一个派对。哦，他们所有的朋友都来了。好吧，看来得我出场了。猪爸爸，他们马上就要睡觉了。 那谢谢你，剩下的我来吧。你要把故事讲完才行，妈妈。好的，快上床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很久以前，在古代的时候，故事是在很久以前。猪妈妈已经在上面待了很久了。我好像听见打呼声了，真是太好了！佩奇和乔治终于睡着了。故事的最后。 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故事结束了。Bonjour，Bonjour，毛驴先生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大箱子是戴芬的吗？是的，戴芬为了这一次的出行带了点小东西，带的都是这边没有的东西：奶酪、面包、番茄、水呀。 我走了，戴芬。明天晚上的时候，我再来接你。戴芬的行李要放在什么地方？放我房间，就是我们家里最高的地方。好吧。你不是只在我们家住一个晚上吗？哦，是的，所以我这次才带了这么小的一个行李箱过来。好。 戴芬来这里是为了练习说中文的，所以你们都要帮助她才行。没问题，妈妈。但是我要先说一声抱歉，因为我的中文说的并不是很好。但是你说的也不差呀。你真是太好了，猪爸爸。但是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是和中文有关的问题。当然可以了。这方面我可是很擅长的，随便问吧。中文里的并列短语和偏正短语分别是指什么呢？能给我举个例子吗？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们来帮戴芬把床铺好。妈妈，妈妈，戴芬能不能睡在我的床上？床的两端各放一个枕头吧。好主意，佩奇。佩奇和戴芬分别睡在了佩奇床上的两端。好了，孩子们，快睡觉吧。你们明天会非常忙的。戴芬要去你们的幼儿园参观。哇哦 ，Dormir bien，Dormir bien， 在法语里的意思是睡个好觉。可是我一点都不困呀。那么我们来唱首歌吧，这样的话就会困了。好的。Frère Jacques, frère Jacques, dormez-vous？ 土豆。 下雨时的好处就是，我们可以在家里看一些很重要的电视节目。土豆，马铃薯，土豆，马铃薯。妈妈，乔治和理查德把我的卧室变成了一个恐龙乐园，然后恐龙乐园里面非常的吵。乔治最好的朋友来了，但是却没有人和我一起玩。你可以叫小羊苏西过来和你玩啊。小羊苏西是佩奇最好的朋友。 所以苏西现在可以来玩，是不是，妈妈？给他打电话。你好啊，我是小羊苏西，请说。苏西，是我呀。你现在可以来我家吗？现在。好的，佩奇。那么我可以穿上我的护士制服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要快一点来。 再见，苏西，我一会儿再来。快进来，苏西，我一会儿再来接你，苏西。乔治，理查德，苏西护士来了。苏西护士说：“这里可不是恐龙乐园，而是一个医院。是医院的话，就必须要保持干净和整洁。”这个卧室不再是恐龙乐园了，而是变成了一个医院。 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。这只恐龙看上去好像生病了。我同意，医生。恐龙身上的绿色很像生病的颜色，它必须要上床休息。还有这只恐龙，它的紫色看上去也像是生病的颜色。没错，医生，它也必须要上床去休息。恐龙，不要吵，在医院里要保持安静哦。 火车去。既然我们来到了郊外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大自然的风景。好主意，猪妈妈。那我们来看大自然节目吧。大自然的奇迹之一，鸟类，真是不错。走开，快点走开，小鸟，我们听不到电视的声音了。哦，猪爸爸。 如果你出来只是为了看电视的话，那我们的露营就没意义了。在家也能看电视。说得好，猪妈妈。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去。有树木的世界。什么是树木的世界？树木的世界就是布满了树木的森林呀。这个听上去有点无聊。或者是这个土豆城。那什么是土豆城呢？ 一个可以参观土豆田的旅行，结束时还可以有土豆吃哦。听上去很有意思。还有这个鸭子乐园。什么是鸭子乐园？是一条很宽的河，上面都是鸭子。鸭子乐园，我们去鸭子乐园吧。佩奇和乔治很喜欢鸭子。可是我们要怎么去鸭子乐园？露营车带我们过去。你们好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？ 去鸭子乐园，谢谢。请沿着这条路行驶，保持直行。欢迎来到鸭子乐园。你们一共要几张票呢？成人票、儿童票各2张。祝你们玩得愉快。鸭子们在哪里呢？也许他们在度假呢。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，鸭子们迟早会出现的。就在我们野餐的时候吗？佩奇和乔治喜欢野餐。看，鸭子们过来了。还有洋葱、胡萝卜和其他蔬菜削下来的皮都在里面。猪爷爷、猪奶奶会很喜欢的。 难道爷爷和奶奶他们会把这些土豆的皮当食物吗？不是的，佩奇。要放在猪爷爷的花园里，他们可以帮助作物生长。哦，午餐之后我们把这些送过去。哦，太好了。猪妈妈、乔治还有佩奇带着蔬菜的皮来到了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。我们到了，太好了！爷爷你好，爷爷你好，我们有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。啊，原来是蔬菜削下的皮，真是太好了。 我的花园里正好缺这些。难道你的花园吃这些蔬菜皮吗？不是的，佩奇，这些蔬菜皮是用来给堆肥添料的。那是什么？我来演示给你看，就在这儿。这不是一个木箱子吗？是的，佩奇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木箱子。 我把这些蔬菜皮倒在上面，然后在箱子的底下就会出现肥沃的泥土，叫做堆肥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难道这是一个魔法箱子吗？不是的，佩奇，我还有几个好朋友，他们也帮了点忙。在哪儿呢？在这里面，你瞧啊。哦，原来是蚯蚓，虫子，虫子。 虫子把所有的植物残余变成了堆肥。那爷爷，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蚯蚓放到你的堆肥里面呢？真是个不错的主意。来吧，乔治，我们再来多找一些蚯蚓吧。一条蚯蚓，虫子，虫子。 土豆先生来了！土豆先生，哦，原来是佩奇来了。哦，你们大家好。你好，佩奇。苏西以为你是土豆先生呢。我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土豆先生。没错，你的个头太大了。土豆先生的个头可比我还大呢。才没有呢，他只是一个土豆，而土豆就只有这么大。 看呐，土豆先生来了！土豆先生来到了小镇，请欢迎你们的朋友我土豆先生吧。哇！大的一个土豆啊！我宣布这个运动中心开业，非常的不错，我们必须都运动起来。 而且每天都要吃水果和蔬菜。我们该吃哪些呢，土豆先生？苹果、橙子、胡萝卜、番茄，还有土豆。你为什么不像那些正常的土豆那样小？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土豆。你看，它还有腿呢。正常的土豆是不会有腿的。 它是一个超级土豆。我们每天早上都看你的节目，非常好。记得把你们的话都寄给我。我们会的。佩奇和他的朋友们在幼儿园。孩子们，今天我们要来为土豆先生画一张画。好的。我画了一个菠萝。我画了一根胡萝卜。 画得很好，你画的是什么，艾米丽？一颗豆子，真不错。那佩德罗呢？我画的是超级土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乔治画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番茄。我的票弄丢了。哦，亲爱的佩德罗，你一定要小心点才行。你的票在那儿呢。哦，你要小心保管，别再丢了。 看呀，火车来了！火车。兔小姐是火车司机。上车吧！太好了！click click click click， the train is on the track。Hop the pop hop the pop， cl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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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lick。这些是你们的活动表格。哦。孩子们必须找到 这个活动表格上的所有东西：一艘船，一个信号灯，一条隧道。我看到了树，可是树在上面吗？嗯，不在。哦，我看到了白云，可白云在表格上吗？不在。我看到狗爷爷了。你们好啊！你好啊，狗爷爷。狗爷爷在活动表格上吗？糊涂的佩奇，我的爷爷怎么会在表格上呢？但是他开着一艘船，而一艘船在这表格上。太好了！孩子们在船的选项上打了一个勾。检票了，兔先生过来检查大家的火车票了。嗯，我想我的票弄丢了。哦，太不小心了。喵，你的票在这儿呢，佩德罗，你坐在它的上面了。你要小心保管，佩德罗，别再丢了。火车慢慢地爬上了山。然后火车快速地下山了。羚羊夫人，我感觉有点不舒服，我可以坐到前面去吗？好的，佩德罗，那么你就坐到前面去吧。住在行星上，大家知道这个行星叫什么吗？叫地球。你答对了。关于太空的事情，我可算是个专家了。我们的太阳旁边还有7个其他的行星。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叫什么吗？叫水星。哦，说得好啊，埃德蒙。金星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、海王星、天王星。埃德蒙知道所有关于太空的知识。我是一头聪明的大象。大家知道这些行星是由什么构成的吗？它们都是用纸板做的。这些模型是用纸板做的。 但是真正的行星是由岩石、冰块和气体构成的。但是我认为月球是由奶酪组成的。不是的，月球是由岩石构成的。这是个严谨的学术参观，所以要严肃，不要开玩笑哦。现在我们在月球上了。这是一个模拟的月球吧？对不对？是的。如果这个是真的月球，你就能一下子跳到我头上。哇哦！ 谁知道为什么在月球上我们可以跳那么高呢？重力小了。哦，没错，埃德蒙，因为重力才能让我们像这样站在地球上，而在月球上重力小了，所以你能跳得很高。哦，在科学的帮助下，我们可以让你们感觉就像在月球上跳一样。这听上去很不错啊，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因为这里有弹力绳。 大家都系上了兔先生的反重力的弹力绳，在月球上这样跳很有趣。说月亮茄子，月亮茄子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的旅行结束了，请朝这边走。那月球上面有树吗？没有。那月球上面有汽车吗？没有。那。 今天由猪爷爷来照顾佩奇和乔治。好了，爷爷，让我来告诉你游乐场里该怎么玩。这个是滑梯，你从这里走上去，然后呢，你从那里滑下来。而且玩的时候大家都要排队。哦，我知道什么是滑梯，佩奇。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，我也会这样一个人玩。在那个古老的年代。 有没有秋千玩呢？我们那个时候有秋千、攀登架，还有旋转圆盘，是吗？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滑梯了。它也是我最喜欢的。哇哦！大家都排好队，轮流玩滑梯。哇哦！淘气的理查德。 你应该知道要排队玩。小兔理查德觉得排队有点麻烦。哦，小家伙，做个小孩子很不容易吧？是吗，理查德？因为理查德比较小，所以我觉得他不用排队了。我要是你，我就不会改变规则，猪爷爷。没关系的，孩子们都能理解的，是不是啊？但是爷爷，乔治也还小，可他就必须在这里排队。是的，乔治的确还小，所以呢，他也不需要排队。哦，糟糕！乔治和理查德两个人一直在玩滑梯。爷爷，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去玩滑梯呀？你不用担心，佩奇，他们不会在上面玩很久的。唉，我等得太无聊了。我也是，我们还是去玩秋千吧。小马佩德罗在秋千上玩呢。你好啊，狗爷爷。 你好，猪爷爷。今天是个出游的好日子，我本来也想去的，不过我要清洁我的船。我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还要清洁你这艘生锈的船？真没想到它居然还能飘起来。这艘生锈的船会一直飘着，即使到时候你的旧船已经沉没在河底100年了。猪爷爷和狗爷爷是最好的朋友。全速前进了！再见了。 我是这艘船上的船长。当船长让你们做什么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去做。遵命，船长。遵命，船长。鹦鹉波利会重复别人说的所有话。乔治，把旗子升起来。乔治，把旗子升起来。佩奇，敲响铃铛。佩奇，敲响铃铛。爷爷。 我可以来做船长吗？拜托。好的，要做船长的话，你必须戴上这顶帽子。现在佩奇是船长了，大家都得听从他的指令。敲响铃铛，转动舵轮。遵命，佩奇船长。在船上跳来跳去。佩奇船长很喜欢指挥别人。或许还是应该让我来做船长吧，我们可不想让船撞上什么东西。 掌舵这件事情可没那么容易，但幸好我很擅长掌舵。哦，糟糕！猪爷爷的船撞上了一个小岛。爷爷，我们动不了了。我来打给猪奶奶吧，她可以帮助我们。哦，猪爷爷的手机掉进了水里。 别担心，佩奇，我很擅长看地图。哦，你有点奇怪。我们迷路了。是的。这是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。你好啊，佩奇。你好，丹尼，我们迷路了。迷路？卫星导航坏掉了。卫星导航？ 你们开的这辆车是 T32-200露营车，卫星导航是基本配备。欢迎来到未来汽车系统。哦，所以这个按钮是开启导航的。请问今天想去哪里呢？露营车，它竟然在说话。很厉害吧？顺着语音导航就能找到路了。可是它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呢？你告诉他呀。嗯。 你好，露营车小姐。你好，我们要去度假，你能告诉我们怎么走吗？只要沿着这条路继续直行就能到了。非常感谢您的帮忙。不用客气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危险！危险！汽油不足。 汽油是什么？汽油是能让车子跑起来的液体。那么汽油会不够吗？不会，车子会在汽油用尽前提醒你。汽油用尽。哦，天哪！幸好我还另外带了一桶汽油。做得好，猪爸爸。我们只要把这桶汽油倒进油箱里，然后……哦，怎么了？ 这里面什么也没有，油箱消失了。这是羊妈妈，还有小羊苏西。你好，苏西。我今天咳嗽了，棕熊医生刚才已经来给我们看过病了，他还给我们吃了一种很难吃的药。羚羊夫人，你现在可以唱歌了吗？当然可以了。 玻璃小姐有个娃娃，她去。哦，糟糕！所有的大人都被佩德罗传染了。你好，我是棕熊医生。我是小猪佩奇。所有的大人都生病了。别太担心，佩奇，我马上就来。你们大家好啊，都被佩德罗的咳嗽传染了。没事的，都排好队。 然后张开嘴巴。哦啊！这个味道就像是大奶壶和旧袜子。谢谢你来为我们看病，棕熊医生。当你生病的时候，谁来照顾你呢？没有人来照顾我，我从不生病。哦，糟糕！就连棕熊医生也被佩德罗传染了。不要太担心。再见。 再见。棕熊医生太可怜了，他生病了，但是却没有人去照顾他。哦。谁来找我了？你好，我们过来照顾你啦。这里有些水果，还有一个靠枕呢。你还要把这药吃了。 哦，味道就像是果酱酸奶味道的淡奶糊袜子。我们还要为你唱首歌。这本书我可能借的时间有点长了。哦，别担心，猪爸爸，应该不会很久吧？天哪！我说猪爸爸，这本书你居然已经借了10年了。淘气的爸爸。 对不起，兔小姐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你可以借其他的书了。兔小姐，我和乔治可不可以在这里借书？可以，儿童借书区就在这边呢。哦，你看，仙女、花朵、漂亮的裙子。你好啊，佩奇。啊，你好啊，丹尼。我借了一本关于足球的书。你好啊，佩奇。 你好，苏西。我借了一本关于护士的书。乔治选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。恐龙。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混凝土世界的再一次探险。这儿有本红猴子的故事书。不要再听红猴子的故事了，因为很无聊。但这个故事不一样，说不定更有意思呢。我觉得不是。 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儿有一只红猴子。它洗了个澡，刷了牙，然后去睡觉了。不是，它跳上了火箭，飞向了月球。哦！它和恐龙一起野餐，哦，在海底游泳，还爬到了最高的山上。它的一天还挺忙的，结束了。哇哦！再读一遍吧。 我们可以借回家，然后在家里读它，对吧？但是我本来是要选择这本书或者这本书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你可以带3本书回家。太好了！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把它们还回来哦。好的，兔小姐。还有你，你也要记得把你借的这些书还回来。这有点高啊，乔治。 你确定要玩这个吗？1块钱，谢谢。1块钱都是用来做善事的。哦天哪，对乔治来说太高了。别担心，乔治，我会陪着你的。请付1块钱，谢谢。哦。 乔治再也不怕高了。哦，这有点高啊，对不对？我还是走楼梯吧。楼梯上挤满了小朋友。这里就能下去啊，乔治的爸爸。哦，好吧。快来吧，快来吧！只要射中目标，就能赢得一个大熊猫哦。 妈妈，这个你也做得到。佩奇，我们已经有一只大熊猫了。不用担心，你不会赢的。女生不擅长这个。抱歉，你说什么？这游戏需要技巧。需要多少钱才能玩？1块钱。猪妈妈获胜了！哦，不可思议！你的大熊猫给海燕妈妈，我也想要那个大熊猫。那个也太大了。才不会呢！猪爸爸和乔治正坐在摩天轮上。 好，抓紧了！哇哦，这真是太高了！哇哦，终于结束了。还没有，1块钱能做5圈，要转5圈。哦不，哇哦！猪爸爸不会知道他被泥溅到过。我们再去多找点东西放进洗衣机里。哦，我的裙子上也溅到泥了。猪妈妈和乔治找到了更多要洗的东西。非常好，乔治。我们把脏衣服放进去，然后启动洗衣机。很快，洗衣机里充满了肥皂水。洗呀洗。 洗呀洗！洗衣机使整个房间都震动了起来。哦，佩奇，你的裙子呢？我把它放进去洗了呀。什么？哦，糟糕！看呀，妈妈，我的红裙子干净的和新的一样。是的，佩奇。 但是你看，别的衣服变成什么样了？哦，糟糕！佩奇的红裙子把其他白色的衣服染成了粉色。对足球服来说，粉色好像有点不太合适。哦。猪爸爸下班回家了。你们大家好啊！你好，爸爸。啊，猪爸爸，我们现在有个小问题，那个……呵呵，一会儿再说吧，猪妈妈，我要快点准备去踢足球了。 我的足球服去哪儿了？在这儿。嘿嘿，佩奇，你个小糊涂！这是猪妈妈的裙子啊，是粉色的。不是的，猪爸爸，这件就是你的足球服。它沾上了一点点泥，所以我们把它洗了。但是洗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，对不起，爸爸。但我不能穿粉色的足球服去踢球啊。为什么不行，爸爸？粉色是很好看的颜色。还有这些是我种的豆，但其中种的最好的是我的生菜。哦，天哪，我的生菜去哪儿了？我觉得是这些小鸟把你的生菜吃了。没错，就是它们。为什么稻草人先生没把它们吓走呢？因为那些吃了我生菜的小鸟都不是什么聪明的家伙。怎么回事啊，猪爷爷？ 你的朋友们又在这里偷吃我的蔬菜了。什么朋友啊？汤姆、迪克还有哈利。这不是他们的名字。猪奶奶养了几只鸡。哇哦！打个招呼吧，这是杰米玛、莎拉还有凡妮莎。你们好。还有这位是纳维尔。纳维尔是一只公鸡吗？是的，佩奇，它是小公鸡。这只鸡最坏了。 他把我的蔬菜都刨掉了，他连苍蝇都不会伤害。我亲眼看到他吃过苍蝇，而且他还吃了我的生菜。告诉我，你们不会想去吃猪爷爷的生菜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们已经有这些好吃的玉米粒了。来吧，到这儿来。佩奇、乔治，你们想用玉米粒喂鸡吗？是的，我想，奶奶。 给你们吃，小鸡们，吃吧。哦，你们还有一个风息堡呢。这个东西是鸡舍，是母鸡们下蛋的地方。下蛋？可是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呀。还没有呢，但是很快就会有了。哦。佩奇和乔治在猪爷爷和猪奶奶家睡觉的时间到了。母鸡们现在有没有下蛋呀，奶奶？可能要到早上了。那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早上呢？纳维尔会告诉我们的。你们快睡觉吧。晚安，奶奶。我的才艺是跳绳、唱歌，还有跳舞。我昨天晚上都已经练习过了。 我昨天晚上练习过怎么才能看好电视，那可不算是才艺。羚羊夫人不是说过的吗？那我能做什么呢？谁愿意第一个来给我们表演才艺呢？小狗丹尼，我可以表演打鼓，我还可以敲得更响。不用了，这样很好了，丹尼。哎，轮到佩德罗了。 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啊？我要表演魔术。这里是满满一杯子的水，这是真的，而且是透明的。啊！现在我要让杯子里的水全部消失。哦，请你们都把眼睛闭上。现在睁开眼睛。杯子里的水没有了。 谢谢。轮到艾米丽了。我要给大家表演竖笛。你的才艺是什么，瑞贝卡？我可以用鼻子发出特别的声音，只有我踮起脚尖才能发出刚才的声音。他的才艺好厉害呀！没错。 那我该表演什么？坎迪，你的才艺是什么？跳绳。我也准备要表演跳绳的，不过我还可以表演跳舞和唱歌呢。我的才艺是唱歌，一闪一闪亮晶晶。没关系，我还可以表演跳舞。 我们现在要带晶晶去看仓鼠兽医。哦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，晶晶？它没办法说话，它是条金鱼。那当然了，说不定它很想听听我用大号演奏的曲子。它听上去有点奇怪。所以我现在要去乐器商店把它修理一下。羊妈妈，猫妈妈。 斑马先生、羚羊夫人都上了公共汽车。你好，我要4张去超市的票。你好，羚羊夫人，我们现在要带晶晶去看仓鼠兽医。哦，晶晶她不舒服吗？她好像很喜欢你。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, round and round, round and round.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. Day long 好了，超市到了，再见。乐器商店到了，再见。仓鼠兽医家到了，仓鼠兽医为生病的宠物看病。哦，这就是那条不肯吃东西的金鱼吗？是的，你看一下。 晶晶把食物都吃了。哦，她在家里一点都不肯吃，可能是因为晶晶在家里太无聊了。一路上遇到有趣的事，让她的心情变好了，是吗？你的这条金鱼，它很健康，也很快乐，它非常可爱。太感谢你了，仓鼠兽医。猪妈妈佩奇和乔治要坐公共汽车回家了。公牛先生带着修理好的大号回家了。 我的大号跟新的一样了。你们大家好啊！你好啊，佩奇。大象埃德蒙和小兔理查德正在沙堆里玩。呼！我们也去沙堆玩吧。好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几个正在挖路呢，而且我是老板哦。哦，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？需需要多少时间要看具体的情况了。我们得先要挖个坑，再用沙子填满，然后呢，道路就修好了。太棒了！佩奇、乔治，我们该回家了。哦，糟糕！乔治现在还不想回家。 回家的路上，乔治，我们还能看到公牛先生挖路呢。再见，伙伴们！再见，佩奇。佩奇和乔治非常想再见一次公牛先生。铲车，起重机。我们到了。哦，公牛先生已经不在这儿了。公牛先生一定是完成工作回家了。 起重机！停！啊，水管又破了吗，公牛先生？不是的，佩奇，这一次是因为电缆出了故障。那么你要怎么做才能够把电缆修好呢？我们要把路再挖开。太棒了！佩奇和乔治喜欢公牛先生挖路，大家都喜欢公牛先生挖路。 太好吃了！意大利面还有剩的吗？我说猪爸爸，你都已经吃了3份意大利面了。食物给我能量，而我正需要能量参加募捐长跑。但是你应该去练习一下跑步才对。我今天得练习吃意大利面，然后明天我再去练习跑步。不行，爸爸，你现在就应该开始练习跑步。哦。 快来吧，爸爸，来比赛！这太容易了。往山下跑确实很容易，但是往山上跑，就很困难了。看来我不应该吃那么多意大利面的。今天就是募捐长跑的日子。羚羊夫人有张图表，上面显示了猪爸爸要跑多少公里。猪爸爸首先要跑到这个地方。 这里是个超市，然后再跑到这里，是我爷爷的修车厂。最后呢，他要跑到这里，这是风息堡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就有足够的钱把学校的屋顶修好了。我现在就开始跑，就位，预备，跑！我跑完了，我们可以开始野餐了。糊涂的爸爸，那个只是一幅画而已。 没错，现在你要跑向真正的风息堡了。请就位，预备，跑！加油！加油，猪爸爸，你可以做到的！加油，校车，你可以做到的！校车已经率先到达了风息堡。 现在大家都开始野餐了。我要水，我要水。今天天气可真好啊，而且还有一个如此轻松就能筹到钱的活动。我要水，我要水。猪爸爸终于到达了超市。看着明媚的阳光，宜人的景色。哦，糟糕！突然下雨了。 美丽的景色到哪里去了？那儿的景色不错。这里是兔小姐的冰淇淋店。你好啊，兔小姐。你好啊，猪爸爸。给我4个冰淇淋。那么你要什么口味的呢？薄荷、橙子、草莓，还有蓝莓味儿，谢谢。好的。嘿嘿嘿嘿，看看我买了什么来。是冰淇淋。 哦，是我们最喜欢的颜色。说的没错，我的是绿色，我的是橙色，我的是草莓味红色的，还有乔治的是蓝色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看呐，太阳出来了。看，还有其他的东西也出来了，是彩虹。佩奇和乔治喜欢彩虹。 我们能够在下着雨，并且还有太阳的时候看到这种彩虹。哦，我们最喜欢的颜色都在上面。没错，有红色、橙色，以及绿色，还有蓝色。那你们知道在彩虹的尾巴上能看到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可以找到宝藏哦。哦，那我们可以去找宝藏吗？就现在。好的。彩虹的尾巴看起来好像就在下一个山顶上。我们走吧。哇！ It's a rainy sunny day. The rainbow's here to play. Rainbow, rainbow, red and orange and yellow and green and purple and blue. Rainbow, rainbow, it's a rainy sunny day. 我们到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瑞贝卡已经数到7了，非常好，瑞贝卡。羚羊夫人，怎么了，坎迪？我妈妈可以数到10呢。哇哦！是的，在7之后是8、9、10。8、9、10，非常好。游戏时间到了。小兔瑞贝卡、斑马苏怡、小羊苏西还有佩奇都喜欢跳绳。我喜欢大地，我喜欢海洋，我喜欢苏西，和我一起跳。我喜欢拼，我喜欢胖，我喜欢苏怡，和我一起跳。我知道了，我们来比一下，看谁能连续跳绳跳得最多。我来数数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素怡赢了，真是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佩德罗，你想来跟我们一起跳绳吗？不是的，佩奇，我在玩呼啦圈呢，摇啊摇啊摇摇摇，转啊转啊转转转，呼啦圈，呼啦圈。 1、2、3，哦！你一次可以连续转几圈呢？1000003个！哇哦，转的可真多！我们来帮你数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你只转了8个，我感觉有点累了，剩下的我一会儿再转吧。你会不会转呼啦圈，艾米丽？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转。大象艾米丽在用自己的鼻子转呼啦圈。杨女士，你要工作吗？还是只要玩？我今天会非常努力的工作的。我一会儿去健身房。你在健身房里干什么呢？跑步、跳高，还有跳绳。妈妈。 你这可不算是工作，你这是在玩儿。佩奇和苏西到了幼儿园。嗨，大家好啊！你好啊，佩奇！你好啊，苏西！好了，孩子们，今天我们要来玩开商店。哦，谁来做商店的主人呢？我。 佩奇和苏西，你们来做商店的主人，其他人呢可以做客人。佩奇和苏西准备来开一家假想的商店。佩奇，我们要来做点什么呢？我就来负责收钱吧，苏西。你呢，就负责拿东西过来。好的。小狗丹尼是第一个顾客。你们好啊，老板。你好啊，狗先生。能给我来点饼干吗？谢谢了。苏西，我们这里有没有饼干呀？没有。 但是我们有一个玩具电话，那这个电话要多少钱呢？这个玩具电话的价格是100块。呵呵，谢谢你。好了，下一位。你们好啊，老板，能给我来点面包吗？谢谢。没有，但是你可以考虑买这个玩具房子。你想要把它放在袋子里吗？好的，谢谢你。总共是1块钱，谢谢。 哦，但是我没有这么多的钱啊！你下次来的时候再付给我们吧。天哪，这就是努力工作。是的。你们好啊，老板，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价值100万的东西呢？苏西，我们这里有没有价值100万的东西卖呢？